你又干嘛呢你？马桶，你是不是又拆家呢？我是不是又该收拾你了？给我，呀，马桶，你这个货，你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精力又没处释放了？啊，马桶，马桶，你，哎呀，拿过来，马桶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妈，你疯了你，哎，还上床？还上床拆是不是马桶？你是不是精力旺盛没地儿释放了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终于有绝招，有大招了啊！专治二哈拆家，马桶不是能吗？不是精力旺盛吗？不是喜欢拆家吗？咱就让他过来拉屎磨，哎，还能磨个豆腐，还能消耗体力，直到把他的精力给他耗光光，看他回家还拆家。马桶，珍惜吧你啊！你做个人吧，大黑。走，走。撂挑子了，撂挑子咋不干了啊？完了，走走，干什么？走磨豆腐。有意见的，你赶紧吧，你不精力旺盛吗？啊，懒驴儿呀，大磨呀，走不走？这俩是俩谁养馒头？来来来来，馒头，馒头，咋了？咋了？啥子啊？啊！咱俩，我们两个在谁来提莫呀？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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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你这不正干吗？走，咱俩，我给你。老半天最后是我干的。马桶在偷工减料，不好好干活。马桶，不行，我累屁了。大黑已经累得动不了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拉拉，对，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，走，拉磨，你这个货呀，走。本来是要马桶出来拉屎磨，结果这货太狡猾了，根本不肯拉，全程都是大黑拉磨马桶。跟着打酱油，本来是治马桶的，结果把大黑累个半死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懒驴儿拉磨呀，走不出那个圈儿，你个懒货！小农，我不动，我不干了，我不行，累坏了，我累坏了，不让你磨豆腐呢，你这算干啥呢？在家拆家的时候劲儿真大呀，啊，那是用不完的精力。我现在给你找个工作，过来磨豆腐、拉石磨，多好，匹配你，这不比拉雪橇爽吗？你又不玩了。